实不相瞒，我们两个呢，其实是从昆仑山上修行成仙的姐妹，是观音座下的一双童女。我叫洛西，她叫乐雪。此番下凡呢，就是为了普度苍生，行善历练的。观音是何人？昆仑山又在何处？嗨，你不用在意这么多细节。哎，俗话不说得好吗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既是如此的话，那二位不妨就留在宫中，孤定会盛情款待。启王您真客气了哈。如今分裂对峙的局面，对天下苍生来说，百害而无一利。所以说，你得赶紧一统天下才是啊。孤正有此意。本大仙挺你。哎，到时候别忘了多送点东西给本大仙。送你天下如何？孤要封洛西姑娘为后，与她共拥天下。恭喜大王。封我为后？他想泡你。哎，别，他才是神女，我就一打酱油一实习的，你不娶我也能一统天下的，真的。赶紧过来帮忙啊！自己挖的坑自己填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两个是绝对不能分开的，这天庭是有规定的，对，有规定的。既是如此的话，那二位便共同侍奉孤。什么？神女以为孤的提议如何？你以为我们、成婚这么大的事儿，还请大王容我们二位考虑几日？没错，我们得回天庭上商量一下才行啊，毕竟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孤给你们三日，三日后成婚。